好，大家好，我是 ITEDU 的苏老师，我们继续我们的 CCNA 课程。那么这节课的话是我们 CCNA 的第四节课，那么主要给大家去讲解 OSI 七层模型的第二层的一些细节知识。那么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第一层物理层的相关知识，那么主要给大家讲解了线缆接口以及它们的一些标准。那么在第二层的话，我们就开始去给大家讲解我们的数据，我们的系统是如何去访问这些物理介质的啊，如何访问这些物理介质的。那么在这里的话，第二层的主要功能是定义了我们数据的传输格式啊，我们数据如何去控制访问底层的介质，以及如何去对我们的底层数据传输做一个基本的这个 error detection， 基本的错误的检测。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跟二层相关的设备。那么如果说谈到了我们的二层来讲的话，最主要的设备就是交换机啊，就是交换机。那么在早期的话，可能还会有网桥啊，还会有网桥。那么这两个都属于二层设备。那么当然了，还有我们的网卡啊，还有我们的网卡。那么基本上网卡所实现的功能，这个我们上节课有讨论过，所实现的功能就是一层或者二层。有些比较高级一点的网卡可能还会去实现三层的功能啊，还会去实现三层的功能。那么对于二层来讲，最重要的设备就是网桥和交换机。对于现代的网络啊，那么基本上全部都是交换机啊，全部都是交换机。OK， 那么二层最主要的是对于一个局域网的一个概念，我们叫做 LAN 啊 ，LAN Local Area Network。那么所谓的局域网就是我们一般的企业网设备之间的相互通过交换机互联都叫做局域网啊，叫做本地区域网络。局域网的特点是通常情况下都是短距离的直接线缆相连的比较高速的一个连接啊，比较高速的一个连接。而且局域网之间的通线绝大多数都是通过二层设备来完成的啊，都是通过二层设备来完成的。我们刚才讲了二层的设备主要啊，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交换机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比如说你公司的网，或者你家里头的网，或者学校的网，那么基本上全部都是通过交换机互联在一起的啊。那么这种通过高速的交换设备互联在一起的短距离的这种网络连接，我们一般都叫做局域网啊，都叫做局域网。OK， 那么局域网分为小型局域网，比如说你家里头的或者小型办公室的局域网啊，那么和大型的这种局域网啊，和大型的局域网，比如说一个办公楼的啊，或者一个小区的，那么都可以叫做一个局域网。OK， 那么这里面列出来了一些局域网常见的一些设备啊，比如说我们基本的计算机 PC 和服务器啊，比如说我们用来相互去连接的网卡和我们的网线啊，我们的介质，以及用来作为互联设备的交换机 Hub 和网桥等等这些，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局域网的一些基本组件啊，这里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对于局域网来讲的话，我们局域网之内的通信使用的最多的最为广泛的是以太网技术啊，是以太网技术，我们叫做 Ethernet 啊，我们叫做 Ethernet。 Ethernet 是一种高速的网络传输协议啊，是一种高速的网络传输协议。我们局域网连接这些线缆，比如说我们双绞线还是无线还是光纤，上面所使用的协议二层协议全部都是以太网协议。这个协议最早是在1970年的时候提出来的啊，那么当时是做了第一个包交换网络，那第一个包交换网络一直发展到现在，局域网的速度已经可以，比如说2002年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我们的万兆的局域网啊，实际上就是实际的一个局域网。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基本上都还停留在千兆，这是家用级的啊，千兆我们可以叫做一 G 啊，可以叫做一 G。那么实际上企业级或者说生产级的已经达到了实际的一个速度啊，已经达到了实际的一个速度。那么这是整个以太网技术的一个发展，还在不断的再去前进，不断的再去更新。对于我们的以太网协议来讲，它的标准主要是定义在 802.3 这个协议级里面。啊 ,802.3 和 802.2 这两个协议级里面。一般来讲 ,802.3 定义的是我们线缆的速度。比如说 802.3, 802.3U, 802.3Z, 802.3AB, 就是不同
速度不同标准的线缆，有些可能是实照的，有些可能是百照的，有些可能是千照的啊，有些可能是千照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这里提到的10GB 的这样的一个以太网的协议，实际上就是由 802.3AE 去定义的啊，由这个协议去定义的。那么这个东西仅仅是一个协议的编号啊，仅仅是一个协议的编号。那么对于我们的二层来讲，对于我们的二层的数据链路层来讲，它实际上分为了两个子层 MAC 层和 LLC 层啊 Media Access Control 和 Logic Link Control 分为这两个子层。 MAC 层主要作为我们的这个识别和对于底层物理层的一个传输的一个控制，而上层 LLC 层主要是我的三层和二层之间的一个通信啊，和二层之间的一个通信，这个大家做了解就行了。一般应用的时候不会分这么细啊，不会分这么细。OK， 那么对于二层协议来讲，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定义了二层的编制啊，就是定义了二层的编制。因为对于这种以太网技术来讲，它是一种共享型网络。啊，是一种共享型网络。所谓的共享型网络，就是在我的一个传输介质上可能连接了很多的主机，啊，在我的一个传输介质上可能连接了很多的主机，或者说在我的一台交换机上面啊，比如说我有一台交换机上面可能连接了很多台电脑，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教室里头可能有50台机子，这50台机子可能是连接在同一个交换机上的。那么这个时候我发出来的信号到底是发送给谁的啊？我发出来的数据到底是发送给谁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一个标识，就跟我们人必须有一个名字一样。那么这里标识是通过我的一个二层的编址来实现的，这个编址叫做 MAC 地址啊，叫做 MAC 地址。 MAC 是 Media Access Control 的一个缩写啊 ，Media Access Control 介质访问控制的一个缩写。那么 MAC 地址又叫做烧录地址，或者叫做固化地址。这个东西一般是保存在我们网卡的 Room 里面的啊，一般是保存在网卡的 Room 里面的。那么而且是不可修改的啊 ，MAC 地址是不可改变的啊，是不可改变的。只要我这个网卡生产出来了，它的 MAC 地址就固定了。当然很多人说，诶，那网上有更改这个 MAC 地址的教程啊，这些仅仅是伪装，你可以把它叫做伪装，但真正的 MAC 地址是烧录在你这个网卡的固件里面的，是不能够修改的。你可以通过操作系统一些软件手段去修改你发出去这个数据包的 MAC 地址，但是那些只是一种伪装技术，真正的 MAC 地址并没有修改。那么整个 MAC 地址是48位啊，整个 MAC 地址是48位，被分为了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 OUI， 第二个部分啊叫做 Vendor Assigned。OUI 叫做组织唯一标识符啊，叫做组织唯一标识符，它所占用的是前24位，实际上是22位，因为前两位是这个定义我这个 MAC 地址的这个类别啊，你是属于哪一种的 MAC 地址。那么 OUI 的功能我们叫做组织唯一标识符，它是用来标识你这个设备的生产厂商的。比如说我们网络设备有这个 Cisco 的，可能还有华为的啊，可能还有其他的，比如说 IBM 造的啊，比如说这个 Sun 造的，比如说戴尔造的等等等等，比如说英特尔造的啊等等，有很多厂商。但是一个厂商它一个系列的设备，甚至这个厂商的所有设备，它的前24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的 OUI 部分是一样的。OUI 就是用来标识你这个设备是什么厂商的。比如说你都是英特尔的网卡，那你这个网卡的前24位肯定是一样的，而后24位我们叫做厂商分配的，叫做 Vendor Assigned。 那么它是用来标识你这个厂商生产的不同的设备的啊，你一个厂商它所有设备的前24位一样，但是后24位是用来标识不同设备的，这些标识不能重复。那么在最早 MAC 地址设计的时候是要求全球唯一的啊，是要求全球唯一的，但是由于48位太少了啊，那么现在因为这个网络设备已经生产的非常非常多了，所以做不到全球唯一，现在基本上都是本地唯一。
所以说你会看，你会发现，当你购买一些高端的网卡的时候，比如说英特尔的网卡，比如说思科的网卡，它上面可能都会给你标一个小纸条，比如说这个仅限中国地区使用，仅限大陆地区使用，仅限欧美地区使用。那么实际上它代表的就是你这个网卡放在中国地区，它可以保证你的唯一性，但是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就不唯一了啊，所以说它只能保证本地唯一啊，因为实际上就跟人民一样，你不能有冲突，否则的话我一个信号发出来了以后，我不知道到底是发送给谁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 MAC 地址啊， MAC 地址。那么 MAC 地址一般是使用这种表示方式，冒号分16进制啊，冒号分16进制。那么它前面的两位代表你这个 MAC 地址是属于广播地址还是主播地址，是本地的还是全球的，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么 MAC 地址我们在哪可以看到呢？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当中，我们点网络连接，然后我们点，比如说我们看无线网卡的，看详细信息，这里就会有我们的 MAC 地址。一般 MAC 地址被称作 MAC 地址，也有些地方被称作物理地址啊。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我这个网卡的 MAC 地址啊，就是我这个网卡的 MAC 地址。每一个网卡都有一个固定的 MAC 地址。对于一些网络设备来讲，比如说交换机，它可能会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 MAC 地址啊，甚至几十个 MAC 地址。那么这个 MAC 地址是属于二层编制，是属于二层编制。如果是在同一个网络内的，比如说我几个设备都是通过交换机相互连接在一起的，那么他们的实际通信是通过 MAC 地址来完成的。啊，他们的实际通信是通过 MAC 地址来完成的。比如说 A 主机，我的 MAC 地址是 AAA 啊，我简写 ；B 主机是 BBB，C 主机是 CCC。那么在我向外发送信号的时候，我这个信号的 MAC 地址当中就会标识我的目标主机到底是谁。那么所有的设备都能接收到，但是它只有去查看到它的目标 MAC 地址是我自己的这个网卡的 MAC 地址的时候，它才会去接收并且处理。啊，所以说 MAC 地址啊 ，MAC 地址是我们的二层编制啊，是我的二层编制，用来唯一标识我这一个设备或者说设备上的一个接口的，啊，因为这个设备上我可能有双网卡或者说三块网卡，那么每一个网卡会有一个独立的 MAC 地址。OK， 那么对于以太网来讲，我们之前有给大家去讨论过，你经过每一层的时候都会有这一层的。封装我们叫做爆头啊，或者简写为 HDR。 那么这个爆头就是用来去封装你这一层的信息的。而对于以太网来讲，它也有特定的封装啊，也有特定的封装。注意我们这里讨论的以太网并不能够代表完整的二层啊，完整的数据链路层。对于二层来讲，它常用的协议是以太网，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协议，比如说我们后面还会讲到有 PVP 协议，可能还会讲到有真中继协议，这些都属于二层协议，只不过我们一般来讲局域网内用的都是以太网协议啊，都是以太网协议啊。那么或者说我们用，比如说用双绞线或者用光纤或者用无线啊，无线网卡就用无线，那么它实际上底层肯定走的都是以太网协议。但是我们家比如说 ADSL 上网，你的那个电话线上走的就是 PVP 协议啊，走的就是 PVP 协议。你的 3G 这些它走的都是 PVP 协议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要注意。以太网仅仅是二层协议当中的一种，应用的最广泛的一种，但并不代表只有这一个啊，并不代表只有这一个。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网的封装，这个是以太网的封装格式啊，以太网的封装格式。它分为了几个部分啊，分为了，这是一个部分，这是一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当中会包含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目标地址和原地址。那么这是都是记录的是 MAC 地址啊，都是记录的是 MAC 地址。原地址就是我发送数据的这台主机的 MAC 地址。目标地址就是我想发送给谁这台目标主机的 MAC 地址，会记录到目标地址这儿。所以说当我收到一个以太网针的时候，我就首先会去看，诶，这个数据是不是发送给我的，它的 MAC 地址是不是我的 MAC 地址，如果是的话我才接收处理，如果不是的话那肯定就不是发送给我的，我就不管。那么在最后还会有一个 FCS 的校验，
当我的设备收到这个数据帧了以后，注意叫数据帧啊 ，frame 叫帧。收到这个数据帧了以后，我会对它进行一个校验，看这个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有没有损坏啊，有没有损坏，是通过这个后面的 FCS 校验来去实现的啊，来去实现的。OK， 那么这个是标准的以太网协议格式，我们一般用的是 802.3 的这个标准啊， 802.3 的标准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基本上是一样的。OK， 那么以太网传输数据有三种方式，单波、广波和组波。单波是一对一发送，比如说我从 A 发送给 B， 这种一对一的发送就叫做单波发送啊。比如说我明确的告诉我要找谁谁谁，我要跟你说一句话，那么这个叫做单波。广波就是一对所有啊，广播就是一对所有。比如说我现在说，哎，大家听好了啊，我要说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就是广播。广播的 MAC 地址是全一，它的48位是全为一。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 MAC 地址可能是 FFFF.FFFF.FFFF， 因为是16进制嘛，所以说最大就是 F， 那么可能看到是这样的广播地址。那么当我的设备收到了一个数据帧，它的目标地址是这个地址的时候，那么就知道我收到的是一个广播消息，我就必须要处理。广播消息是所有设备都必须要处理的啊，都必须要处理的。那么当然这也逐渐的成为了一种攻击方式，我可以在我的网络里面大量的泛红广播数据包，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所有的设备，我的 CPU 全部都，我的网卡和我的 CPU 全部都用来处理这个数据了，那么就可能导致我的 CPU 全部都是 100% 甚至死机啊，甚至死机。那么组播就是一发送给部分设备，比如说，哎，所有的男生注意了，或者说所有的女生注意了，啊，所有18岁以上的注意了，所有18岁以下的注意了，等等这些，那么就是属于组播。那么一般来讲，视频会议，啊，系统都是用，或者这种电子教学系统用的都是组播。啊，那么我只发送给特定的一些人，使用的是组播。那么这三种发送方式，它是通过什么去进行区别的呢？就是通过我的 MAC 地址。每一个类别它的 MAC 地址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广播我们说是全 F， 组播的话就是啊，应该是01005E 开头的啊，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就是广播地，就是组播地址啊，就是组播地址，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详细的讨论到。 OK， 这个是以太网发送数据的方式有三种，单播、广播和组播。 OK， 那么因为我们之前讲了以太网传输是一个共享型的传输啊，是一个共享型的传输，尤其是你中间是通过 Hub 相连的啊，是通过 Hub 相连的，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在你的一个传输介质上连接了很多的设备，你的这些设备的信号都是通过我这一个物理线来传输的，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有两台设备在同一时间点向外发送信号了啊，向外发送数据了，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在我这个物理线缆上同时会有两个电信号，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冲突，我们叫做 collision 啊，就会发生冲突。那么信号一旦冲突了以后，肯定就没有办法再去使用了啊，肯定就没有办法再去使用了。所以说以太网必须要有一种避免冲突的方式啊，那么这个方式叫做 CSMA-CD，叫做带冲突检测的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啊， CD 的意思是 collision detect， 冲突检测，而 CSMA 叫做载波监听多路访问 carrier sense multi access 啊， carrier sense multi access， OK 啊，所以这儿写了 carrier sense multi access collision detect。它的工作原理实际上非常简单啊。那么在我发送数据之前，我会首先监听我这个线路上有没有载波信号啊，就是有没有电信号，直白一点就是有没有载波信号，如果有的话代表这个线路上有人在传输信号，这个时候我就会通过一个回退算法等待一段时间，非常小的一段时间，之后我再去尝试，直到这个线路上没有载波信号了啊，没有载波信号了，我才会发送数据啊，才会发送数据。那么 CSMA-CD 是主流的有线网络，注意是有线网络用来防止冲突的方式啊，用来防止冲突的方式。
如果说发生真的发生冲突的话，大家就都会去等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尝试啊，再尝试。那么 CSMA-CD 大家可以听出来，它是一种被动的啊，它是一种被动的防止措施啊，是一种被动的防止措施，主要用来在有线网络当中防止冲突的。啊，在我发送信号之发送数据之前，我会先监听网络上有没有载过信息，没有我就发送，有的话我就等待啊，等待一段随机的时间，不一定是多长时间，但是很短。OK， 那么对于现在比较流行的应用的非常广泛的网络啊，那么另一种的这个以太网的实现是无线局域网啊，是无线网络，它的协议是由 802.11 协议定义的。啊 ,802.11 协议定义了 A, B, G, N 四种协议。802.11A,111A,111B,111N。它们之间的区别是 A 和 G 它的传输速度是54兆 ,B 的传输速度是11兆 ,N 的传输速度现在还没有定啊，还没有定，有可能是一般来讲是120兆啊 ,150 兆啊 ,150 兆 ,300 兆或者500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 802.11N 的话它的传输的速度就非常快了啊，最高的在实验室里面已经实现了七八百兆的传输速度啊，比我们传统的有线网络还要快。比如说我这个网络，我这个网卡现在就是 802.11N 的，那么我现在的一个连接速度是可以发现是78兆，这个跟信号强度有关系啊，跟信号强度有关系。我这个就是一个 802.11N 的网卡啊，这个是现在基本上高端一点的设备都用的是 802.11N 的。OK, 啊，那么这几个分类大家要记住， A 和 G 是54兆， B 是11兆， N 是比较高了，这个没有确定的啊，没有确定的，但是统一是由 802.11 这个协议所定义的。那么无线网络它底层也用的是以太网技术，也就是说也有 MAC 地址，也有这些东西，但是它和有线网的区别，当然第一个它是用无线微波信号传输的，第二个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我的另一个区别就是我防止冲突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使用的是 CSMA-CA 啊，有线是 CD 冲突检测，无线是 CA 叫做 Collision Avoid 叫做冲突避免，它俩的区别在哪呢？ CA 是主动型， CD 是被动型啊 ,CD 是被动型，大家记住这两个区别就行了啊，大家记住这两个区别就行了。底层的一些实现不用讨论的太细，都是一些通信原理啊，所以说记住无线局域网和有线局域网它底层防止冲突的方式不一样。有线用的是 CSMA-CD, 无线用的是 CSMA-CA, 它俩的区别就是无线是属于主动检测。而有线就是 CD 是属于被动监听啊，是属于被动监听。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层的一些技术，主要的就是给大家去介绍这个它的一些传输方式，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二层的 MAC 地址的一个编制。好，谢谢大家。